三足鼎立影驰 RTX 30系显卡，极致性能问鼎巅峰。长按点赞三连超爽，软妹车王新主播，撒娇卖萌福利多，重力熏他千百度，娱乐逗逼 hold 不住。欢迎收看由师大腿出品的主播真会玩女神篇。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片片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哎，这个弯弯是那个弯弯吗？还是弯宝贴贴？哇，啾咪波波，我跟弯弯认识比你们想的早很多。弯弯还在吗？哦，弯弯去吵架了啊？什么情况？什么王菠萝吃弯弯的醋了？那边闹离婚了？怎么回事啊？他们怎么说你在栗子岛那儿？没有的事，怎么可能呢？波波贴贴，你去跟栗子岛贴贴吧。没有，你就是看我现在看腻的腻了，现在想换换新口味了。没有，外面的野花刚就是香。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不讲理了，我不知道你是跟谁学。你呀、啊，我没有。我在看你那，我真的是就是没有付出一分。我看你那，我又说什么了？我看你那，我都没生气，我都没有给他送过。我们一起去看。栗子岛来了吗？栗子岛跟你没有关系啊。哎、真的吗？我就是为了见你。我有一说一，我觉得女人吵架好可爱啊！什么把隔壁老栗，这不要脸还在笑？波波 no， 波波波波 no no， 我的心里只有你，真的吗？真的，贴贴，真的贴贴，别刷了，你们这群人真的有问题。哦，哎嘿，来逛逛，真丽丽贴贴，我可没跟米娜贴啊。观众们有目共睹，你贴了我，我没有，你的脸，你把你是两头发，真的是脸上我干掉了，哎，我都是真的，我两张重点，我都是看直播的，就为了搞节目效果，我这一幕是不是上了起小点？好吧。哦，这个时候开始装弱势。你看，大家查我弹幕了，美女想看你跳舞，什么时候跳舞啊？啊，非常有礼貌的路人。波波，我什么时候跳舞？天天看你跳舞，想看你跳舞，波波。我敢跳，观众敢看吗？你有没有替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想过？波波，不要生气了，玩游戏。那就不生气了。那我们去玩什么呀？哎呀，我们去那个。我们去哪个？我们去打游戏。溜了溜了溜了，一会儿真成第三者了。六六姐，我觉得我一直是个奇葩，一直喜欢短发的女生，可是我就是觉得短发的妹子好酷好美呀、啊，就像你今天的发型，今天我一看我就好了，太酷了。短不短发这事我都没太在意，我当时想剪短头发就是因为我在那个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了那个冬季恋歌那个韩剧，我太喜欢崔智友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也去剪个短发吧，头发这东西又不是长不回去，我就没太在意这些。雨流姐你好，不知道你在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自行车被偷的经历？上周六晚我的自行车被偷了，学校的保卫处也都是一群废柴，各种推脱就是不让看监控也不抓人。现在临近过年，我们学校天天有人车被偷，保卫处的人只是在监控室玩手机，我是真的无语。我写信想问一下女流姐经历过什么社会的毒打？我都已经百毒不侵了还毒打？我在学校里大概丢了四辆自行车吧。我上学的时候那个自行车是我陪伴着我整个高三一年的小粉，就把我高三那台车拉到北京去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就消失在校园里了。可能小粉太显眼了，后来我就买一个二手车，然后买了一个黑色的特别特别不起眼的，然后前后轮还有点不一般大，但是能骑也不是很贵，然后就买了那车，想说丢了也不可惜，果然哈、又丢了。我上完英语课出来没了，这车就不知道又转移到哪个大学去卖了，然后后来又买了一辆。写毕业论文的时期已经快要毕业了，我想说这车可能能跟我到结束，结果吃完包子出来怎么的了，车就没了。我操，我锁丢了。然后我最后快毕业了嘛，我不行了，我最后只能再买一辆车，买了一辆特别破的车，就是骑起来那个除了铃响不响哪儿都响，就那车在我毕业之前都没保住。
程，我也不买了，实在受够了。就是能管管吗？我想问一下，就至今我都毕业这么多年了，现在这个偷车产业链和学校这个安保系统还内嵌的这么严格吗？这没人管管吗？这事儿，学校那么多摄像头，反正谁打架斗殴时都能看得见，车丢了找不着，怎么回事啊？这学生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当然报警了。我们学校有内嵌派出所，在那个表格上登录了下我的信息，然后没有然后了。我开播跟刚才喝一下的我不播是这样的，我应该是滑稽词的，我跟现在还在留学，发音都不准的，是个小的回家。哎呦，我在喝啥呢？不是喝话喝不辛苦，是可以喝，一个人说可辛苦，我要认真喝。其实别人都还好，因为医生跟我说爱喝喝小的时候我都不能刷牙，可可别看老子哭哭可别哭了，那可不办，我就不要叫个外卖，我叫个外卖我怎么接那个外卖员的电话？合计给我点个白球，你就和胖人文为了你换了西门，唱蓝夜人换了西门的那个门卫盒，一个红队喝的可以亏点冰淇淋，问题是黑暗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可是我盲鬼就满嘴都有血呀，嘴里面流着血，我又把它喝进去了，我有个疑问，我把这血都喝进去了，这血还能回到我身体吗？不能，那我的腿就浪费了，我来有皮腿，我好心疼我的后皮呀。小华哥一下滑克克滑克克克克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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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我口渴，我卡一个有血，我都不能喝血，我喝你管喝，你喝不喝天开？我想喝了，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不播，跟我悠悠，乖乖。像我这种比较聪明的人就不需要受这种无妄之灾。我听说啊，拔智齿很痛，然后长智齿也很痛。哎呀，你们这些小朋友真是太可怜了，智商不够，还要长智齿，还要承受这种痛苦，同情。哎呀，2077年，我学会了分身和影分身术，这让我个人能力有了个质的飞跃。我可以出现在任何你意想不到的塔塔。我也是快24小时没有合眼了。刚刚大家看到所有的关于科技的内容呢，都是我们熬了10天的夜做的，你们喜欢就好。从大学10天的开始。
如果事与愿违，那一定另有安排。希望今年的遗憾是明年的惊喜。胸口纹的是什么？胸口纹的是关公，关公啥大刀？耶！我从你那里过，有吧？太有了，周姐，太有了，是有的呀，是有的，哎呀，干嘛呢？家乡美食展，就是说家里面家常做的美食，或者是本地人才知道的这个好的店啊，都可以发最热回复啊，热门哦。 You what? 我服了，怎么上来就是这个玩意儿啊，我拿痛苦面具。这个呢是我刚喝了那个凉茶啊，就是第一口刚入喉的时候是这个表情啊，喝完之后是什么表情呢？嗯，多厉害了，真的，这个衣服陪伴了我整个大学啊。你不是讲吗，白死了。我喝的是百事可乐，你们为什么要给我批成可口可乐？就你们这有点卑鄙了，有点作弊了啊，好吧。百事可乐天下第一，百事可乐天下第一，哎，百事党集合，百事党集合，百事党让我看到你们的力量，百事党弹幕刷起来。让我们接下来来欣赏一下人的本质，人究竟会为了利益啊折腰到什么程度？啊？哎，为什么呀？百事党没有人权吗？为什么呀？我仿佛看到了我自己。怎么有酒宴？别花了，你们在这跟我赶场呢，一天三集，别画了，再画我不行，再画我就嫁给你。没听过弯弯唱歌呢，我还唱一首舒伯特玫瑰，希望大家新的一年甜甜美美，顺心如意，就这样。舒伯特玫瑰baby，太相爱太完美，亲吻的余味调味，无刺的小蔷薇，暖暖的花园堡垒，小酒窝灌满了陶醉。这个声线哪有人不爱啊，真是佩奇。新的一年和这首歌我唱的歌一样甜起来啊，就像没有预定的剧情，哪儿甜了，感觉在拉着我们靠近。我的妹妹 baby 她相爱她完美，爱情的光辉香水满着小暧昧，是我的愿望全陪在一起就化天黑。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我是波波。今天拍这个视频呢，是有一件对我而言，对大家而言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算是完成了我一个与之未了的心愿吧。我大概是从十月初开始就有在到处联系各个渠道，问这个事情要怎么操作。在10月29号的当天，刚好听机会就是给我发来了那个联系的信息，开始就是这个工作的进展和推进。我最终选择的是援建了云南的一座小学的宿舍楼。没过多久，我们就到了大山里这所孕育着希望的小学啊，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啦。现在因为就是孩子们住房紧张的原因，所以很多老师住的地方被改成了男生住的地方，然后一个房间里大概住了有15到20个孩子，很挤很挤。有很多孩子在这种冬天穿的还是拖鞋和凉鞋。嗯，孩子们自己洗碗啊？对，他们都是自己洗碗，好棒啊！因为来的时候比较匆忙，没有给孩子准备什么，然后我们就决定去外面的小超市给孩子们买点好吃的。啥就好了。你瞅我这声音，来，
我负责直接进去把超市给包了。对呀、啊，拿我那个视频自带的是。你要整团来三把，你们也能来三把。当时是非常阔绰的，买了好几大包的零食的东西。那又是我给的钱。哦、我说了，我消耗几倍，不找我要钱，怪谁啊？那这里是要放一段我们借着零食跟孩子们建立起深厚的羁绊的视频。可惜非常不幸的是，在云南的这场旅行当中呢，我们很倒霉，还弄倒还弄在街上睡着了，手机没扣下来，所以就导致后面的视频呢就全都没有了。但是那个画面已经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里了。已经传了，我昨天晚上本来有点不想传的，小白哥、老哈还有 C 哥说一定要传。对，一定要传，因为这是这种东西一定要传。咱们也不是每天就只是给大家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大家也在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也在尽我们的努力，也在去做一些我们能够去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去做的一些事情。这个东西要传播出去，这样才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就像冷风影响了你，你也会影响下一个人的。是的。不过这个小学名字还没定，现在目前拟定的名字就是伯乐啊。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个含义，这个伯呢是博士的伯啊，希望孩子们走出大山考上博士，同时呢也希望他们快乐，所以叫伯乐，又通伯乐，然后同时他开头字母是 BL， 又通菠萝。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我们直接在 B 站那里评论吧。捐赠证书，我本来想在上面写波罗塞东的，但他们说还是写本名比较好。往年会给你们准备蛮多礼物啊什么的，今年就是这个礼物不太一样，是给我自己，是给大家的，怎么样呀？不过我觉得更好的礼物是我减肥瘦下来了，然后跟你们开个粉丝见面会什么的啊，一起去吃火锅，包个火锅城，一起吃火锅，一起去大澡堂子搓澡啥的。女神篇招收线上欧比君了，喜欢他们的搞笑逗趣，欣赏他们的精彩才艺，只要你有喜爱观看的女主播，欢迎发送邮件到女神篇@163.com， 注明你喜欢的主播名字和平时看直播的时间段，加入我们，把他们给你的欢乐带给更多的人。